然后还有不要面露凶光。那我想来想去，我想说我那一天最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非常慌张。记者会的过程中，我的衣服一直往下滑，所以在联访之前，我有到就是回到休息室，我叠衣服。但是在联访的过程中，我的衣服崩开了，所以其实当下的时候我非常的慌张。然后在联访结束之后，我看到金姐，我就跟她讲关于衣服的事情，但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后面出来的新闻被解读成这样。那个讲出来的话是真的蛮像那句话的，所以我也自己就是不太能理解。想面对这样恶评要怎么样去疏解？就是没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大家都说哦，我骂丁姐什么的，我应该是好打吧？怎么可能这样？所以自己是很害怕丁姐吗？听这样讲起来，也不能说是害怕，因为应该算是就是比较尊敬他，不能乱讲话会被揍。网友都说你好像有点发福，自己有没有？有没有做一点努力？有，其实前阵子是有瘦的，就是瘦的比较慢，就胖的比较快。那最近真的气死吃太多了。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很衰这样？最近水逆。水逆。嗯，经纪人说的，我觉得我要戴满珍珠，辟邪，挡小人，可能会热卖。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刻意多吃一点气死。气死是不小心的。所以觉得就是经纪人看着就摇头啊，就想说在旁边念我已经没用，因为我已经就狂吃，所以他这样子你回去你就知道，一定要在下个月中之前瘦回原本的样子。嗯，是胖了多少？不能说。哎，我胖了很多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不太出来有变胖。他人真好，可能我真的要胖到这样子的时候你才看，就可能真的是对才会有明显的感觉。我觉得女生其实有点肉还蛮漂亮的，我自己也这么觉得。对，但是我经纪人不允许。